悲剧可能会在几秒钟之内发生，不过不会发生在这里，因为他懂得怎样游泳求生。由整溺协会推广的游泳求生项目教给我们如果发生意外落水要掌握的三种求生技能。为了让您的子女在万一发生意外落水时而能够生存，请浏览 lifesavingsociety.com 了解更多的游泳求生详情。